好，下面一个我们讲全民检测的这个新闻，这个也有几则相关的新闻哈。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这边呢把两个新闻呢并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麦花臣道的这个场馆，就是一个体育馆哈、啊，被做采样中心。那么因为这个麦花臣道呢，由征用到看场地到征用到拿到这个通知书，短短也只有10天的时间。那么这个麦花臣附近的一个住户呢，他想申请那个禁制令都申请不赢了。因为你申请禁制令的话一定要在之前的嘛，但是因为他那么快速的被征用，他没有办法去申请禁制令，所以呢他就改发律师信，要求呢就是说你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不能因为你做了这个采样中心令到空气污染，然后呢令到周围的这个居民受影响啊，所以呢他就改发这个律师信。这篇新闻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哈。那么第二个新闻呢我也给大家念一下，这个题目就是讲的现在呢一个中大做了一个民调，就关于全民检测做了民调。那么就是按照受访的市民来讲的话呢，仅仅只有20%的市民称他会参加这个全民自愿的检测。那么我们先讲第一个新闻哈，就是讲政府委托华大基因协助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将于9月1号展开。政府日前公布全港141间采样中心地点，遍布全港18区。然后呢，油尖旺区这个就是跟油尖旺区就是这个麦花臣场馆呢，它是跟居民呢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区议员呢就是跟这个住户呢就是批评政府事前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咨询，所以他们现在呢非常担心这个场馆的通风系统跟住宅相连的话呢会有感染风险。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麦花臣道这个麦花臣会居民麦花臣会就是麦花臣会跟这个麦花臣场所是连了一起的。那么现在这个居民呢就是8月31号就表示透过代表律师向游乐场协会发信，要求他们做出场地租出他们现在是作为场地的出租者，这个你们必须采取防护措施，确保麦花臣会的居民和附近的环境不会因为检测计划而染病。那么这个居民呢就讲，他说他之前呢是想申请禁制令，那么律师团队呢就认为这个官司需要医学专家报告证明征用场地是完全错误，但是在现实的这个社会气氛之下赶不及出这个报告，那么最终呢就是放弃了申请这个紧急的禁制令，而改由呢就是向这个游乐场的协会发出律师信，并要求协会呢在今天之内回复，因为今天是已经开始采样了嘛，所以希望他在今天之内回复。那么对于呢就是被征用麦花臣场馆做检测中心，这个游乐场协会呢怎么说呢，这个游乐场协会呢日前他们也是早两天才发声明的哈，就讲在政府要求之下协助借出场地，但是呢当局知会会使用场地作为检测中心的可能性，当时只是说可能会用这个征用这个中心。从他提出这个可能性到各部门的实地勘察到最后通知他会要预留这个地方，前后不足10天，时间虽然很仓促，但是沟通过程双方互相尊重，这个是这个麦花臣场游乐场的这个作为出租方他的立场，就是其实他在那里讲呢就是说政府借这个地方呢非常仓促的哈，从来视察到实地勘察到通知他会留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检测，前后只有不够10天哈，也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呢协会又讲这个场所是否适宜作为这个社区的检测中心是多个政府部门透过专业巡查和分析的结果，若任何人士有疑问或意见请与相关的部门联络。这个游乐场协会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政府。这是第一个新闻。然后第二个新闻呢
就是大家从这个图上面呢，这个确啊、调查图呢也可以看到，现在就是说呢，只有20.9%的市民呢说呢他们会参与这个全民检测，然后呢有55.4%的人呢就是认为呢这个全民检测的这个计划呢根本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呢只有23.7%呢他们是根本就完全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完全对这个就是茫然不知嘛，哈，很难似乎情况很难说哈。那么这个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这是立场新闻。那么同时呢，同样呢也是讲到哈，就是说政府委托华大基因协助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将于9月1日展开。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一项电话民意调发现，只有20.9%的受访市民表示会参与这个全民检测。那么这个调查呢是8月20日到26日晚间进行的，就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下班在家，所以呢他们有一个电话访问，以电话的抽样形式访问了717名18岁以上的市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调查呢其实呢就是随机的抽样的调查哈，然后呢这个结果呢就显示呢，就是刚刚就是把那个就讲到了，就是20.9%他们愿意参加，但是呢对于你赞不赞同这个全民检测呢有55.4%，超过半数是不赞同的哈，仅有7.2%是认为非常有需要，就是认为这个全民检测是非常有需要，大家留意只有7.2%啊，然后呢有需要的人呢是28.6%，有38.3%呢是无需要，另外呢有15.5%呢是非常没有需要，所以呢把38.3加15.5刚好呢就是55.4，大家而且留意非常有需要和非常没有需要呢中间呢差了1倍有多，就是有7.2%是认为非常有需要，但是呢认为非常没有需要的呢是15.5%啊，然后呢就是对于政府在这一次控制疫情的表现呢，有62.5%受访者认为政府的表现颇不好或者是非常不好，这个呢是比6月份的同一个系列的调查呢升了6.5%，就是比在6月份也做了一个同样的调查，那么这一次做的调查呢比上一次做的调查呢上升了6.5%，然后呢认为政府做得很好或者是非常好的有28.5%，这个28.5%呢比6月份的同样的调查呢是下降了5.6%啊，大家留意哈，就是讲呢就是对政府的不满是呈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是去到了6×2%啊，然后呢觉得政府好的是下降了，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呢觉得政府好的呢还有就是30%以上，28.5+5.6嘛，大概是33%-34% 左右啊，但是呢去到8月份的时候呢就只有28.5%，就是持续下降的哈。点苍山评，2019年6月香港反送中抗议集会以来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断上演，721的元朗白衣人恐袭市民，831太子战速龙队无差别殴打袭击市民并阻止医疗救援。感觉香港已堕入地狱，但香港人不屈的精神一直在以不同方式抗争。他们以唱歌、示警、贴联农墙、号召罢乘港铁等方式表达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亦不忘寻求721警黑勾结、831恐袭等真相。一段时间内，香港会在中共的高压下折服，但香港精神不会被磨灭，香港人用血肉印证的暴政事实，开启灭共的第一扇大门，即便在港版国安法、限聚令、暴力黑警施压等管理下，香港人也不曾屈服和放弃，中共的残暴只能让全世界更加清楚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残暴。身处华人世界的我们更要坚持传播每一天的香港真相，不要让世界忘了香港的抗争和痛苦。灭共不能少你一个。